我们酒店15周年庆，希望你们拿出100倍的热诚来面对这件事情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雨芳，这是老爸一生努力的成果，梁家精神的永续。你回来了，老爸肩头的重担可以放下了。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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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今天骑过瘾了吗？还好啦。在瑞士这么多年，没马骑吗？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感情。你知道我跟我的宝贝 Sky 6年没见了。喂，张总吗？你好，我是博尔曼的少熙。啊，你太客气了，真的是好久不见。那我们就今天下午的周年庆见了。进来。对不起，爸爸，我没有接到他。你不是说他已经上飞机了吗？是，不过我们查到他昨天就已经回国了。看来他是故意避开我们的。爸，酒会定在下午2点举行。知道了。那你去忙吧。我先出去了。雨芳昨天就回来了，他会去哪儿了呢？姐。啊，姐，好久不见了。奇怪了，世界上的人都一年一年的变老，怎么就你一年一年的变年轻呢？从小到大你就会这一招。上车。去哪？哦，今天是酒店开业15周年庆，如果谁出了状况，我就扒谁的皮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见，不先回家？回家，那是昨天就该做的事。你昨天不是已经回国了吗？酒会2点开始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还不快点！哦，总经理，总经理，见，我就别去了吧。爸。回来就好，赶紧把衣服换好。今天是酒店15周年的庆祝酒会，作为一个未来的接班人，也该是露脸的时候了。接班人，董事长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您出席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雨清，不要让大家久等了。好，我们先进去吧。雨芳。上过来哦。爸的话你都听到了，赶紧换衣服。还有，
别再跟我耍任何花招。原来我中计，这怎么办？我问你，人到底来了没有啊？其他的艺人都来了。我说的是那个歌手。哦，他马上就来了，我刚刚才跟他通过电话呢。我不是早说了吗？让所有的艺人提前半个小时到，更何况那个歌手是第一个节目。哎，是是是，小伙子，别生气，耽误不了的。哎，你看电话来了。喂，啊，妈，我正忙着呢，待会给你回电啊，一会儿就来。我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博尔曼酒店的15周年庆祝酒会。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早就到了，只是我找不到宴会厅。哦，是，好好好。他说要我先换好演出服。洗手间，走。博尔曼今年15岁，这15年来受到了民众们的欢迎和认可，承蒙各位的指导与厚爱，使得我们酒店怎么还不到，快点。我不能就这样被打鸭子上架。姐，那件衣服我真的穿不下，袖子太短了。好好好好，那我先过去，等一下再说了。啊，好。